一会儿小四他们回来，先把院门关了。好。家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都带出去了。戴先生在里面等半天了。老沈，戴老，家里有事要处理，不方便，你先请回吧。 确定，来就是商量这个的。你是如何的？现在不表态，我们这帮人哪有家事啊？来，来。
不是要以死相报吗？现在不用死，我也不用你报。进去随便说两句。再怎么说也是我爸。我爸进去了回不来。铁林在，他不敢。本来以为你死了，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走。你以为我死了还回来干什么？昨天电话里我爸说，他不杀你。 关什么门啊？你要关门的话，我这帮兄弟全得进去待着。老板，可以打个电话吗？啊，打吧。 就这些了，够吗？啊，够了。谢谢。嗯，谢谢。已经谈的差不多了，就是军队防区怎么撤，和共产党还没谈明白，两边都有戒心，怕交换的时候又打起来。剿总不给共产党北平布防。 小司呢？我去叫小司，在外边呢。不要叫了。老沈，共产党提了一个对华北剿总团以上军官的安排的原则，还有对北平军政机构的接收方法。县令除夕前，军队全部撤出北平。 喂，沈先生在？剿总联络处问政法处的电话，要不要转过来？转过来。哎，劳动那边拿汕头，请转过来。他手底下两个军只听他的，剿总方面心也不齐。这说是和了，有一个团不愿意，动起手了，十七八个团都砸起来了。喂。 政法处的电话接过来了没有？稍等，正在接通。老戴，你先回去吧。明天上午剿总开会，中午到家里来，我们商量。老沈，你真的还跟共产党有联系？有，你放心吧。老沈，一听把话带到，我们这帮人全靠你了。 先送戴先生回去。哎，请。教师还在外面。何铁林，怎么办？保密局的人都在外面。
冯静波，大势已去，副司令都要投共了。你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以和谈之名，又杀共产党。那又怎样？只要我们几个知道，南京方面也只知道你。现在多了一个铁林。冯静波，风格只能够在乱世里做。 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形势所迫，谁都要为自己留个后路。我不杀你，不要辜负小四。就这样了。谭谭死了吗？当然没有，他就是我的后路。您太想当然了。如果要洗白头功，杀他比杀我更重要。他在监狱里。 生死我一句话，他在监狱里，那是他想在监狱里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人比我了解他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还能怎么样？于公您要投共，于四您要杀我。本来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共戴天。但是，您的女儿刘如斯。 他下得了手吗？怎么？他要么偿命百岁，要么死在我手里。他只能死在我手里。你就当他已经死了。走吧，越快越好。 再过几天，北平的飞机都是共产党的了。共产党还在和你联系？不要问了。铁男说的二十号线动弹确有其事吗？到底走不走啊？我一枪打死你，也就打死了。小四能怎样？铁林能为你所用。 跟谁说呀？金海、许天，冯先生，您跟我说过什么事吗？不记着了。我们走吧。我和平平住六国饭店，回家吧。就一晚上了。回家。对。撤了啊！我要处理宪兵。是。 去哪儿？我没带钱。
请问白纸坊警署离这儿远吗？我找徐天。哦，来来来，上车上车，慢点慢点，您坐踏实了。少爷这会儿说不准在哪儿，白纸坊要不在的话，我拉您去朱日口成吗？我真的没带钱。钱用不上，给您悠着点。好爱带风，您急不急？不急。得嘞，您那。才看到这一弄堂都是人，小四怎么也不进来呀？都走了。走了，清静啦。喂，刚才谁打了这电话？啊，说是脚总，没接通。电话一直搁在旁边。我刚才送戴先生出去。通没通啊？问你呢。没通。没通，为什么不挂上呢？忘了。是哪边转过来的？说是联络处。不是说政法处吗？联络处说要转政法处，反正是个女的，没通就挂了。女的？该凶祖三了。出去。华哥，哎，小耳朵的人来了。啊，行，知道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接京师监狱。等一下，老大，老大，小耳朵的人又来了。哦，那不老大，那让不让见？啊？见吧。门打开。金海，沈世昌，沈先生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把冯清波交给您的人了，刚回来。嗯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这货还早该出了，给田丹报个仇，
对我两个兄弟也好。田丹在吗？在呢。你不是说刚回监狱？喂。刚回办公室。刚去看田丹了？是。那就好，安抚好你兄弟徐天，不要误会了。您放心，我的兄弟我心里有数。在里边吧？在不在？交班的时候说在里边。你暂时不用动了。哎。收档了，不打你脸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今天上午。知府田丹传走了。先撤了啊！说好了，晚上带着媳妇儿一块儿过来。要不要给您这儿留一队人？反正一个电话的事儿。不用。哎哎，我这人吧，脑子有点慢，但只要捋顺了，那就全都通了。以后就听您的吩咐。以后，从今往后，
谢谢你。不是，您这么客气，那不就见外了吗？冯先生。他呢？楼上。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吃的用的，明儿晚上走，姐说也不用再打开了。沈先生让你想想以后，如果想不明白，去家里，沈先生告诉你。沈先生说，没几天了，脑子慢，以后也就没了。走。打开。除了吃喝拉撒就回到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，这就是你的牢了。老大，我肯定把他找回来。把谁找回来？天子。他在里边呢，明白吗？田丹在里边呢，你在这看着，谁都不许接近。田丹的一日两餐你领回来吃掉，再送出去，明白吗？老大，你打死我吧！你得求你祖宗十八代保佑我，两天之内把田丹送过来。两天的期限一到，你自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找够，谁拦着弄谁。飞机大炮拦着他不好使，必须弄死。徐天，死透透来告吧。嗯。
哪儿了？你刚刚不让我送英子去了？三儿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仔细想想，我就是一傻帽。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说什么呢？当个警察牛哄哄，女人让人给弄死了，还就死在自己警署后面，杀了白杀，那孙子背后天天看笑话，跟田丹吹牛，帮他出气，解他出狱，结半道把自个儿给接进去了。要不靠着大哥，我就是个屁。冯清波抓回来，假模假式跟人玩手雷，结果还是白玩。冯清波呢？大哥带走了，兴许已经死了。死了不就完了吗？完了。没说理的地儿了。天哥，你要是那什么，那我就更傻帽了。别跟我争，谁也没我傻。你是我老大，那我当警察就冲你。警察是干嘛的呀？你说干嘛就干嘛。作案现场吗？贾小朵，大哥放你出来了。我自己出来的。三儿，嗯，那什么，到里头去，别人看见。哦。我想在外面待着，在监狱的时候老觉得北平冷，出来以后好像也不那么冷。一会儿太阳出来更暖和。老大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下去了。你喝茶吗？啊，跟家喝两口，跟这儿没工夫泡。小伙儿他可真把话给传下去了，我听得真真的，是要弄死三哥。老大，我能问吗？问。今儿从三哥警署带走那冯清波，咱怎么给放了？心里不踏实。跟了您十多年，加起来的事儿都没这几天多。
这冯清波是不是也跟这女工党田丹有关系啊？华哥，你想过吗？北平变成共产党的天下，想过。兄弟们在下面天天聊，聊什么呢？谁的天下，都得有监狱，有监狱，就得有看监狱的。嗯，我跟这屋的时候，有时候在想，京师监狱就像个鸟笼子，但是从来没想过，鸟笼子关不住鸟。怎么关不住啊？到咱们这儿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一个个的都收着呢。我说的是鸟。有的鸟跑到笼子里待会儿，自己想飞就走了。他要什么时候出来啊？您挡着了。我刚才知道，沈世昌就是出卖我跟爸爸的大坏人。我们这条线上，前面还有两批人来，也都是他诱捕的。诱捕？我们信任他。他假装和谈，人到北平，交给冯清波杀。现在他想洗白做好人了，以为我不知道。那他知道你从狱里出来了吗？我十岁就认识他了，叫他伯伯。我爸跟他是世交。多久啊？云海挡着太阳吗？快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北海团城晨光店里有个独山大玉海。不知道。北平人也不知道。玉海，那我告诉你，元代的时候本来在他也广寒殿，明末移到了紫禁城西环门外的真武庙，乾隆时期才迁到北海团城的。大玉海挪来挪去的，不是海，是玉瓮，有这么大。青绿色的，里面雕龙翅，外面有羊、鲤鱼、犀牛、蝉、豹、马、兔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原本我想让冯清波带我去看的，现在不行了。他可能已经死了。没有。你出来了，要我做什么？帮我证明一些事儿。你说。急什么？还有多久？快了，歇一会儿，带我去看照相馆，这什么都看不出来了。你说照相馆被烧了，烧得厉害吗？
脑子里别搁我的事儿。为什么？我的事儿不重要。我们是因为贾小朵才认识的，当然重要了。金丹，新世界会是什么样啊？就像天天有太阳。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十月是最好的天气，风从西北来，叶子向南去，就算是陌生人也亲。最好的。